前两日伫咧后半，我无会考到。好，人爱知人个人情义理，十八姊妹就爱拜手头。若无你，我早着爱死，为着你的终身，我是愿意当兵。哎，对啦，对啦，你早带，你唔免跪遐久，靠遐久啊，对袂？今日甲你小弟仔扶起，今日甲扶起。这小姐吼，真正我吼那衰有影，规到咧小姐条件咧鼓动人诶。哎，我不离三千，就咪甲你拜托对无？今年答应，啊，你这件代志好讲啊，对无？对无？对无？那安尼哦，我表小弟已经答应啊，我小姐吼一定吼改当房款主，改交代好你当房款主，啊，伊着交派天地。对对对，哦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即马就赶紧嘞，来，你甲看咧，不是我咧讲，你是有够厉害呢。我知影讲第二摊伊番欢喜，爱去散步，搁是咧暗拍拍暗记记。你甲看卖，不是我咧讲你，你是有够牛够巧的。阿顺咧，我来较乖哦，较甘乖咧，行，咱来去耍新娘倒转来，好，卖安尼啊，我一定要头乌面啊。当然我是欠你花仔钱哦，我看花费呢，什么老子子子子上济呢？对无？你爱笑者，笑者，笑甲开个，你甲看嘛，大大太阳，哪一块伊上拍无啊？对啦，安尼真对啦，爱笑。哈哈哈！真笑话呀！骨头成长，骨要秀你呢。啊，要秀的，感谢，秀的，你会记人讲，你骨头又新。感谢，感谢你的骨头，骨头，我感谢。感谢你，负责叫人来，来，吃鸡两个，我大家也过来，吼，好嘞，大家来听。有钱讲到无啦哈，有买食到无多，无买食到脏水，讲到这大堆，你咧安尼死？当然是大哥吼，当然是阔客。哎呀，怎么个结的你？阿生你哦，只不过是提钱两个哦。阿生，我较无用，我先走。